现在就在啊！他不停地问时间，专案已经得手了，他让您先把他母亲和田勇交给他。田勇毒瘾发作的视频发给他，初步分析应该是老叶方面对培育发帖的一个回应。这笔债没完，我要送给你们了。马上联系电报专家。是，老志，他有传递的信息，是不是跟同事三百手有关？这个应该是用户名录密码，看到了证据了。 你们是怎么确认我身份的？你是欲望之城的创始人，恐怖海盗。他在国内有一个秘密的据点，在哪里？区域确认。目标正在接近人口。收到，我们已经做好准备，我不相信他们乖乖合作。开枪打死我父亲的人，是您。你已经在他们包围圈里了。坏了，他们可能已经发现了，把信号屏蔽了。各单位注意，行动，行动。